所以现在整体生活流行要扛两回了。同大家講乜嘢叫做 MMO 識唔識？唔識啊你。嗱有分㗎啦，有 MMM 咧，通常喺啲電視台咧就放音樂有埋人聲嘅，咁啊叫麥嘴，不如咁啊就俾你聽到㗎啦，會放埋啲聲啊嘛。咁我而家今日唱呢啲叫做 MMO 嗰啲簡寫 ，MMO 即係放音樂冇人聲，你唔唱冇聲㗎啦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咧叫做卡拉 OK， 你熟悉噶啦。卡拉 OK 咧就大家望住個 mon， 有啲字有顏色嘅望住佢唱，但我哋冇字體嘅。嗱，依家睇下呢個就 MMO， 唔該。
算好，谁话老人啊搏命嘈，叫阿妈将只鸡抱上床。多謝光哥，有光哥冇得拖，係咪啊？俾多次掌聲，揾光先生。